娘，分给老三多少啊？第一亩地，鸡一只，鸭一只，一亩。不是娘，一会儿那个李正来做旁证，你这是不是太难堪了？嫌少，把你媳妇儿的嫁妆补给老三呗。不是，娘，那你想，娘说的都对。 是莲芳的亲家吗？莲芳啊，你亲家来了！哎，娘，我过去。坏了坏了！哎呀，小心啊！老爷，三娘，让大舅抱抱。又长高了啊！小三舅呗。行。来来来，三舅抱抱。 哎呀，长这么高了，老爷，高了啊！姥姥，曼儿，哎呦，受委屈了，不过去，走，带我去瞧瞧你娘。老哥哥。 亲家，老哥，老大老二老三，把东西搬进去，或者你把这围墙啊，还有那厨灶都给砌起来。好的，好，老三走。这老哥啊，我呀来看看我女儿，顺便给她带点东西。啊，那屋里坐吧。不着急，我听说今年你大丰收了，哎，能带我去看看吗？我想沾点喜庆啊。 都在谷仓呢，嗯，我领你去瞧瞧。走，哎，嗯，你忙你的吧，嗯。